看以为是就是石头岩石。我们品牌其实做的就是这种冲突的感受的产品。岩石外形触感柔软，挑战使用者感官。文创业者融入冲突美学设计手工皂，让台北市长蒋万安惊艳不已。还有这副利用废弃渔网做成的再生眼镜，实践环境永续又兼具实用性。对，对，废弃渔网。废弃渔网我知道。对。然后我们先把它做成这个尼龙里，然后再把它做成眼镜。市长带试戴一下。它是尼龙。把它做成眼镜、啊。对，局长，局长你也蛮适合的。对，你可以戴看，你们就跑行程。这个我们现在太阳很大。而且它很耐压。文创业者发挥巧思，屡屡在国际获奖，现在更要组队到日本参加东京设计商品展。蒋万安特地在出发前颁证荣誉奖章，还指派文化局长蔡思平担任队长，希望透过台日交流拓展海外商机。那我们希望在疫情之后，大家能够持续发挥我们台北设计的亮点，让世界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这种丰沛的能量。松山文创园区从2013年就邀集文创业者进军日本市场，这次是第6度参展，过去连续5届创下15000万元商机。今年还引进 AI 数位科技，建制智慧导览系统，除了将台北101导入展场空间，同时还能展现商品特色，让海外民众感受台北文创魅力。记者邱世明特别报道。